就先把这个高中生低调了。不是啊，他一个男人说他什么多少52.9公斤啊、喔？你他妈的不要当男人了好不好？他也真的很瘦哎、欸，52.9超级瘦的、欸。不，你不要这么瘦，还是你不高？你的脸看起来挺高的啊。六赖几公分？应该六赖多高？六赖多高？哈，高中生啊，高中生。报数啊！报数啊！高中生，我不高啊，讲啊！你不高是多高啊？你42.9公分的、欸。现在要站身，现在要站公分，现在要站身高啊，可以站啊，我挺高的，我没关系。我才168，差不多。好了啦，42.9，52.9。42公分，然后52公斤哦，看你脸，那是什么汽油桶啊？这样子，汽油桶，男人要有肩膀，那是确实。168，52.9。骂我、啊？没有骂你啊，我说你这样子会像汽油桶。5.9感觉真的有点太瘦哎、欸。没有168，52公斤就是偏瘦而已，还没有，应该没有瘦到很骨头吧？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都在中间。那、哦、我不是直接进来的。听到 scenery， Nemesis here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们有两队吗？我以为你撞到我、欸。中间，这有蓝甲。对。中。中间有个打44，我去捡到蓝甲。I don't give a fuck。哒哒哒哒哒。什么意思？等下来福灯。找一个。What？ 中间的。有一个在左边围墙外面哦。嗯，脚外高抛嘞。蹦。我读得很好。哎、欸，他在二楼。哎、欸，我卡了，我操！哦，我想说我的，我杀错人哦。哎、欸，我想说我的这个福袋在天上飞是怎样？看你俩，看我这台，你看我这个福袋，杀错人哦。我这福袋直接飞起来。为什么我杀一个人就要这样？你杀到那个 key man 呢？在这领域又是 key man， 我以为那全套、欸、很像、欸，其实蛮像，是我的福袋整个飞起来。莱弗，你人也被滴掉了吗？对啊，不是我是说你本人，我想说你怎么不讲话？我刚刚被滴掉了，滴滴滴滴也被滴掉了，滴滴滴滴滴滴。在这里，我是 Key Man， 好玩游戏每天玩，真的呢哦。青玉真的动不动就在靶场，加入青玉的靶场？问号，不要。哎呦 ，on 来哎，不是 on 来了 ，on 来，又 on 来 ，on 来。哎，我换个卡子都行啊。on 来，你可以换那个幽灵枪。不是我随机最爱，然后每次拿出来都是那个、欸，都是冰的那一把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的最爱里面只有那一把。